有没有人中手指头或是手腕痛的？现在这两个指头都在痛是吗？好，这个指头是按这里吗？啊，不对，显然这个是我还没有教的。那我下一个就做你，我先解释一下哈。很多人你要看他的痛哦，这里又是一个界限的。如果痛这里，他的答案是在这里。如果是痛这一段，如果痛这一段，他的答案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所以这你看，这里既然答案差那么远，你很难想象哈。对呀、啊，如果没有这一套，你绝对理不清。那这一根指头痛，哇！既然如果他说整根都在痛，那你的答案就是这一点跟这一点。那他现在讲的是在这里，所以跟我们现在要的不一样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好，那没关系，反正他已经出来了哈，我们就接下去讲，反正这一段大家知道，但是这一段是大开关，很多人比如说手肘痛，我曾经听过一个医师演讲，因为那时候我就一直好奇哈，他手肘痛他怎么样？他说手肘啊很难揉的，包括一个拇指要揉好就很难。然后他讲得很玄，他说手肘痛，他就是脊椎管的。那他就帮一个人做完脊椎，那手肘果然好了。我很纳闷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手肘痛怎么会是跟脊椎有关？那这个我能理解的就是，除非他的手肘痛是这个，哦，他本来手肘痛是痛以下的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他就是从这一点。这个就是网球肘了，哦，这个高尔夫球肘嘛，这两个点痛都是按这一条，大家了解了吧？那我明明看到他就是痛这一点，他的答案在这里，他怎么会去推拿这里？对不对？那结果他推了又有效，我就在纳闷了。我在台下，结果我不去问老师，下完课我去问那个学生，我说老师帮你这里他叫做脊椎矫正了。就是整脊，我整脊也会嘛，因为我也教过。我说他真的把你推了，真的好了吗？他跟我讲，当时候我是说好了，但是回座位三分钟又痛起来，哦，这样我就知道。那我回去也一直开椎哦，我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开椎找答案，我确定那个效果不大。那我终于理解了，因为他这里开完椎之后，这里会不会松掉？这里松掉，对不对？这里松掉，这里会不会松掉？所以它是间接又间接把这里松掉，所以这个叫做对这里而言叫做舒服点，这里叫做治疗点，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？那舒服点，我说全身都有很多开关，就是舒服点小开关，而我们要找大开关，我这样大家能理解了。所以这个就是间接点，都不是直接的。那我们同样要找这一个点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里，我先帮他处理给大家看了哈。一般手跟脚不一样的就是切了这一块，脚没有切，所以这一块被破坏掉，这一条线有没有效？没有效，在原始点没有效，在中医的针灸学很有效。这里有合谷穴，这里有董氏针灸，什么灵骨大白就在这里，灵骨大白就在这里这个位置。你们有学过针灸吗？可能没有哈，反正这里有好多穴。我这样跟大家讲，那这个穴一般人健康，我看很多人就会按这里，对我们而言一点用都没有。那这个拇指痛，我们本来是按这一条，对不对？结果这里被破坏了，所以它跑到这里来，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。那跑到这里来，它的痛点就在这里，
唯一的。那要问，如果他痛这两个点，你按这一点一定会好。万一他的痛点痛到内侧来，内侧比较严重啊，内侧来你就从这一点，然后再延伸一点点，这一点也要按哦，这一点最严重，这个就是最原始点，然后这一点叫延伸点，那你把原始点跟延伸点都按完，这里就会好转。哦，那你这个痛是24小时还是按了才会痛？这样，我这个原来就是做那个按摩做的，哈，就这两个都是，就是按了就痛，按了就痛，那这个就不是24小时，它是按了才会痛，那表示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。那因为他在按摩，因为按摩的时候他会用手的力量，所以手，我说如果手受伤，不能怎么样，握拳跟出力，所以他就是出力，啊，这个会让这个筋怎么样，进一步绷紧，有时候会变职业病。有时候按完松开之后还要休息，就是尽量不要去刺激它，不要再用力了，这样懂我意思哈？那我们现在来做给大家看，你现在是痛哪一个点？这个手厉害，一样的。这里，这个点。对对。这里面会痛吗？对对会。哦，它痛到里面哦，就是里面比外侧更严重。大家记得我讲的，因为我做过这个拇指做很多，内侧的会比较严重，所以你做这一点最好再延伸一点点，一样可以解决。那你外侧这一点会痛吗？没有里边痛，里边比较痛。啊，好，那我做给大家看哈，它大概就是要骨肉分界点，这一点应该就是延时点。来，这里是不是很痛？非常痛。这个不是因为我压力，如果我这里，你这里不大痛，所以是因为它有问题才会痛。那这一点怎么找呢？我先教各位，这一点就是这里旋转的时候近端处，你看拇指在动的时候摸这里的时候它就好。那这个手法我还会教了，那这样我就直接做下去了，它就是这里问题。你等一下，好，这是第一个点。那我看它延伸点有没有痛，这里呢？没有那么痛，这里就比较好了，比较好。那所以他的点还是在这里，他真正受伤就是在这里。你这样多久了？有十多年了。十多年了。哎呀，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做按摩，在做过五年临床。哦，是哦。那这个真的是受伤了，所以真的是职业病，因为他在按摩的时候一定会处理。那这里你没有按过吧？自己没有按到这里，对，这里才是它的开关，你按其他的都没有效，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一条筋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我再帮你舒缓，舒好了，很好用哈，好像运动，但是这里是真正它的痛点，你按这里它就不会出汗，你一定要按对才会出汗啊。因为按对它很痛，这样还很痛嘛？我其实很轻，这种力道不大，就是用这样力量，这个不会，这个就很痛是吧？那这个很显然是真正它的问题，就是这一条筋，它这个是出问题了。好，我再帮你越来越轻的舒缓，这样是不是可以比较接受了？好，你现在再压压看拇指。对，平常我就是这么一掐就是非常酸痛，现在好多，现在非常好多了。是，谢谢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好，你好你好，你现在痛哪一个点？因为弄电脑每天12个钟头，所以时间很长，有一阵都得带那个东西，像那个绷带一样。是是是，固定。就这里面是木的，完了一使劲就这块全疼。哪一个？就这个地方，老这医生说老是腱鞘炎，还有这里面。哦，这一点也在疼是吧？嗯。这个骨头呢？一动，因为整天弄鼠标的时候就这样的。它伤到两个地方，这个等一下我都做给大家看。它第一个点这里疼嘛哈？对。这个疼，您可以拉高吗？您这样多久了？这个好长时间了，因为治不好，医生说这电脑弄的就这样，因为我每天还得继续做，所以没有办法好，医生说。所以你做好几个小时？
不是，是十几个小时每天，差不多。每天啊、哦，这个真的是职业病，比较难好，因为你看，我等一下帮他按个，哦，一两分钟，结果他用了十几个小时，这时候我的愿力抵不过他的业力，所以就只能认了，哈、哦，所以这时候只能建议患者尽量还是要保护，啊、哦，尽量不要，他真正的问题是伤到这里了，这里不是伤到的地方，好，您猜我做给您看哈、哦，你现在这里还痛嘛？ 对不对？有时候要不就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要不就很疼，哦、这里。对，这边疼啊，这里是这里最疼了、啊、哈、哦，好，这里呢？这个疼。其实他可以治得好，我确定他绝对可以，他只要听我的话，不要那么久、哦、可以使用，不要那么久啊。这里常常温敷啊、哦，然后帮他揉。平常哎，平常如果打个差不多一二十分钟，他稍微注意，稍微揉一下，然后温敷一下。然后休息一下，然后再打，好、哦，这样，哎，差不多三四个钟头想不起来停。哦，你们连续都几个小时是吧？因为一到电脑，你就情不自禁就在那儿老搜索东西啊、哦、做。所以他也会情不自禁的痛起来，是不是？这是。又快拨开了这个裂。对，这你真正伤的是这里。跟下面没有关系，它、啊、上面这里呢还好了，是吧？这里比较不痛了，对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好，那我开始帮你舒缓哈。他一直不断使用，是伤到这里，但是他的讯号是在这里发出来的。对，哎，是这样，这会迷惑人心呐、啊。嗯，照相也是照这儿，完了上次拿一个东西像那个石膏板一样固定，也是在这地方。是，西医也是照这里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，照出来是什么？影子，因为他照影子，所以照出来的片子也是影子，啊，片子也是片子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现在再动动看手腕。现在开始有知觉了，原来完全麻木，一点怎么掐拉针扎都没感觉，要不就一阵就剧痛，就这两种感觉，其他的没有。没有麻。没有了，现在。是，他要注意啊！你如果常常是这样很麻木的，然后一直持续，那这个状态是24小时，你就要小心了。哦。那越来就会甚至就越难处理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这样确实，他身体，因为身体会用讯号一直通知你，那你一直不理会他，而且一直使用他，他将来就会给你更大的惩罚，哦，他身体是在保护你的机制，哦，所以麻也是，但是这一个点我还没有处理。哦，这小时候还老打封闭，从特小的医生说这个得打封闭，打了几十针封闭，但有时候就不能动了，有时候就很疼很疼。是哈、哦嗯，就直接打这里。对，打这块疼，把那针扎的这个缝里头。对，这个哈、哦、就是哪里痛扎哪里。那我想就直接介绍过来，因为还有一个点没有介绍的，就是拇指痛，就是拇指痛，就是这一个点痛或这一个点痛。这两个点哈、哦，我们这个还有这一点痛，它的答案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答案就在这里，大家看到了，哈、哦，就在这里。所以它现在的痛点是在内侧这里，是吧？对，就这里面这块子你走。好，这里面这里 对不对？好，那一般依我的经验，这里比较难治疗，这里都还算好治疗。所以这个不用紧张，这个还是算好治疗。你就是痛这里面嘛，骨头里面。好、哦，那所以他的拇指，他的点在这里。好、哦，所以有些人哦，刚刚是痛这里，但是你要看哦，如果他讲这里，你要特别问哦，
如果这里他是说我痛这一段，有些人说举起来我就痛这里，那这里又不一样了，这里一定是这里，那这里呢才是这一个点。好，我做给大家看。这里是不是很疼？锥心的疼。锥心的疼，你让他锥心的痛，因为这个确实是你打久了，让你的筋伤到了。你这个蛮久了，啊，我问你哦，这一点痛不痛？痛，这一点也痛。因为就连的，我知道，因为它这个是延时点，这个是延伸点，所以我先把这个延时点先解决，然后再处理延伸点。好，那这个是你，这是最疼的。这个就是你最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揉这里哈，一般都容易揉错，哈，会揉用肉挤进去，它是骨跟肉的交界处，哈，好，我现在慢慢帮你舒缓，它会越来越松，嗯，你这个不揉开还是一个问题耶，这个会出问题啊，所以你也知道打针也没效了，哈，对，所以。今天才来上课，是啊，但已经都各处老照相，也治不好，吃药什么的。是，好。常年贴膏药好像也没缓解。因为你一定贴这里。对，是。你不可能贴这里。对。有没有人膝盖痛贴屁股的？我也从来没有听过。那这里痛会贴到手肘吗？有没有？我从来没有看过。所以这就又代表什么？所有的膏药都贴哪里？贴影子上。贴影子啊，你现在也知道。那所有的照的竟然也照到影子。所以我们的医学出了什么问题你们知道？医学本身已经生病了。本末倒置了。真的医学也生病了。只是真相很多人搞不清楚，连医生自己也不清楚。要不然我干嘛要放弃过去所学，要放空呢？等我太太考试的时候我竟然通不过。那我太太的生命就不见了，所以这是严重的打击啊！我才知道要猛然回头啊，要不然我绝对不回头。为什么？我医生这一途收入太好了，在台湾真的收入很好，哦，那到了了解真相之后，自己就谦虚下来，也知道以前真的颠倒啊，忏悔啊。你现在再看看那一根指头，好像指头都没有了。原来是胀，有一个棍儿在这地方，现在好像没有东西了。现在里面没东西啊，里面没东西了。我好像把它拿起来了，是吧？好，真是谢谢啊，谢谢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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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刚刚有一个拇指痛的，我们来处理一下，给大家看。拇指痛，不管它什么炎，反正那是西医的讲法，反正它哪里痛就哪里发炎。那我们已经不管它，痛就是一个讯号，其实不代表发炎，它没有两个火，哦，而且很可能是寒，哦，所以了解了。是凉空调湿水就会刺痛了。凉空调就会。刺痛更刺痛。你痛的位置指给大家看。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。它是这里跟这个位置啊，如果痛这一个点就不一样了，哦，这一个点好，隐状肌本来这是食指嘛，痛这里揉这一条嘛，但是如果掌心痛，我刚刚还没有讲，如果掌心痛揉哪里呢？如果痛这一点就是翻过来这里一样，所以它现在痛这一个点，那这一个点揉哪里呢？就是这里。那如果说他说痛这一个点，有时候痛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那大家看这里掌心痛，对不对？这里还是掌心痛嘛。那这一条水管的呢？这一条就是翻过来这一条管的，所以他这里已经食指也在痛，对不对？食指的掌心在痛，还有拇指的这一点在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痛这一点嘛？骨头这一点嘛。好，那我跟各位讲，拇指这一个骨头痛，他如果痛内侧的算比较严重，哦，他除了揉这一点，你有时候还要再下来一点点看他有没有延伸点，
他如果痛后面这一节痛，那就比较简单，一定是这一点。如果痛内侧，你就这一点再稍微把这一点揉开了，再下来一点点，有时候还会有痛点，那再把它揉开，这个整圈就会好了。哦，所以他现在这个问题也不难，就是处理这一点，还有处理这一条，这样大家能理解了吧？你这样痛多久了？这种跟这里差不多吗？也是同一个时间，所以他放的时候刚好这里绷紧，还有这里也受伤。好，你们找拇指这里都容易揉错，就是它是侧面一直骨肉分界处到这里，你看这里我们手腕有一条线，对不对？过来到近端处，对不对？这一条就是我们的近端处。那一般揉会错都上来一点点错，它一定是下来一点点，刚好交接处。你们拇指动动看，这里有一个骨头在动，有没有？有，有摸到了，这就是近端处。所以为什么拇指痛跟这里有关，你们了解了吧？这才是近端处，有没有摸到？有。那进去的时候揉法也有一定哦，拇指最容易揉错，就是它要从骨头跟肉的分界处直接进去，你不能从这样进去，这种肉顶着不会好，一定是骨跟肉分界处，这样会了吧？我揉给大家看，应该你站这样，大家才看得到。好，这样对不对？它是这一个近端处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的，就是手腕过来，对不对？这里，那就是侧面到近端，一定是这里，那你就直接顶进去，就是在这里。哎呦，疼啊！这个它就疼了哈，它这个就是受伤的部位。好，你忍一下哈。好，这一点假设已经揉开了啊，差不多几下。好，那这一点揉开了，我们再下来一点点看看，这一点疼不疼？这一点呢？没有那么疼，所以重点还是在这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这样揉完了，我们再帮他舒缓一下。好，你现在拇指动看看。现在拇指那种感觉，松很多了，对不对？拇指确定了。那我问你，食指这里还痛不痛？这里这边就还有一点。他说这一边还有一点，这里我有没有处理？刚刚没有。那这里就是翻过来处理这一条。好，我们来找找看，这里痛吗？这一点呢？啊？这里呢？这里也不痛，这里呢？这里有，哦，这里有一点，这里呢？这里疼一点。哦，这里疼一点。好，那就从这里。这个比较疼，对不对？好。麻的，抽个麻的。哦，是麻的。好。手掌的麻。对。他揉了，他感觉手掌都麻，这时候表示他怎么样？寒，一定用温敷。这时候温敷会比什么样？推揉还要好，他是缺少热，哦，所以如果有这种感觉，哎，揉了更麻更痛的，都是属于虚，就是要用热源，就不用再太大力了。哦，那这时候就是以温敷为主。好，你再看看那个手，没有那个疼感了，没有疼感了哈，对不对？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大家会处理了吧？对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不会。那你的呢？哦，好多年了，已经这一个骨头 对不对？尾指，这是尾指的本节，这个骨头，那这一个要揉哪里？隐状肌是这里呢，哈，以后包括这个骨头，这几个骨头的痛都属隐状肌管，这样清楚了哈。所以你们就在这个界限上，我没有讲清楚了，哈，骨头的
包括这个骨头，也就是这个指头，你看这一这个骨头，这里有三节，拇指有两节，这两节都属隐状肌管的，啊，这个骨头以上的就属手肘，所以你看它这它不是痛在这个骨节，它是痛在这一块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确，这个是手肘，那这一个呢是隐状肌。那隐状肌就直接处理这个，哈，这一点痛吗？有点痛。啊，这里呢？上面、啊、不行。这里就更痛，对对对，好。啊，这里。啊。更上面更痛啊，这里呢？这里好一些，就那第三个点。它的痛是在这里，它的痛是在这一点，但是原始点就在这里，这里最痛，它的痛点在这里，哈、哦，啊，但是它的痛原始点在这里，哈、哦。所以就往上一点哈，这就是在这里。好，我揉给大家看，这个特别痛。不行。啊，这里就比较不会。不痛，就从这里哈，这里开始，这一段嘛哈。啊，上面这一点也不会嘛。啊，对，那就是这里伤到。你说这样多久？好多年了，好多年了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伤到的，反正就觉得动起来不舒服。突然有一天，然后我就用松节油啊什么，反正那类似的药都擦过，但都没有效。你都擦这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痛处了。这、哦，他其实在跟你们讲一件事，擦原来的痛处是不会好，擦好几年也不会好，他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你们要会意会、哦、所以就知道哦，原来。这样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点痛还是、啊、反正就最后就是总是这个点过一段时间又会痛。对，它、啊、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样帮你再舒缓一下。好，这样舒缓还会痛吗？舒缓应该比较好。痛，这样轻轻都会痛，轻轻也会痛。对，哦，那真的是痛。好，那我可能不太受力，每次不是应该浅层跟深层都痛。那我现在慢慢帮你，你现在再动动看，现在动不会痛，但是就是你刚才摁的时候很痛。对，我按这里就会痛。对，我自己再摁一下。啊，你看，对，按完应该是会改善很多。真的是不痛了、啊。我刚才自己你一说手的时候，我就在摁这个地方嘛，我也不知道这里到底属于这里、嗯、还是要在这里嘛，所以我就举手上来。对，啊，你刚刚按的对位置是按错。因为按到痛点，对我所以越按就会越发炎。因为有时候它这个地方好像就是这个地方痛，然后从来没有摁过这个，我不知道还可以摁这样子摁。对，所以这个才是它真正的原始点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不会不会。这个手指弯的力量大的时候就是很疼，哦，早晨起来的时候觉得手指就十个手指觉得不舒服，嗯，现在这会儿这个现在这个嗯这样就很疼，很疼啊，对，哦，好，您这里疼哪个部位？现在如果弯，我还真没注意过，没注意，好，没注意，反正这样就是会疼，就现在这样就疼，对，好、嗯，这样多久了？有几年了吧？几年？对。是二十四小时都在疼，还是有时候一直都疼？二十四不使劲的时候会疼，不使劲这样的平常放松的时候不疼。好，对，那这样他讲完就带进一个概念，因为他已经好多年，那可以确定这个不是组织受损，他出筋伤。对，因为如果是组织受损，经过那么长的时间，早就应该是我修复好了。是是，那现在他出筋伤，有时候不会经过时间长，他就会改善。所以这个他出筋伤是需要处理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处理一下。好，他这里痛、嗯、但我们绝对不能在他这一节痛的地方处理、哦、那我们就往上找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、哦、找到他的筋，这里样会不会痛、嗯、这样痛是吗？他、啊、这一点疼吗？疼，也是疼。这里疼吗？也疼。也疼。这里呢？好一点。那这样说来，他的疼就是从这里这里这里嗯、好长的一段都在疼，那这一段都是他的问题，这里都很疼，哦、疼，对不对？这里最疼是吗？对，这里最疼。好，那这里疼吗？这里酸，这里酸。好、嗯，
看这一点是最疼的。好，这样我们就算处理完了。现在让这个女士感觉感觉。好。嗯，不疼了，真的。那我再跟大家观众来说明一下，这里它疼在这里，但是我处理这里，它虽然已经好多年，但是这里的病就是我说的影子，感觉哪里痛就是影子。那我一定要找到本尊，这个就是他处金伤，也就是本尊。那把本尊处理好，这个影子自然会消失。嗯，所以他处金这个是属他处金伤的，啊，原理就是这样。哦，那这位女士可能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您现在给我揉好了，会不会回家以后或者是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再疼啊？那以我们这一套我们来看哈，嗯，这里一定要跟患者讲。他现在揉松了，他会不会再崩回来？第一个就是要注意，不能握拳跟出力，不能握拳和出太大力气。对，如果他不断的一直这样做，那这个显然这个筋还会劳损。哦，所以他一定要注意平常的动作，尽量不要握拳出力。嗯，那平常如果还可以的话，再热敷，那筋整个就松了。哦，那这样病就可以达到完全根治。这个放，我觉得放个热水袋就差不多了。啊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哦，放多长时间呢？放多长时间？这个可以，像你这个不是很严重，嗯，哦，放个哦30分钟、40分钟，嗯，啊，早晚各一次，哦，那这样它整个筋就会松掉。张医师今天给您揉，您学会了吗？大概也大概能看出来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。对，回去以后自己也经常揉一揉，是不是？对，如果照理这样，如果轻微，有时候一两次就可以完全痊愈。哦，啊，如果他感觉还有怪怪，他自己再按一按，嗯，他也可以立即消失。哦，所以最近能写字吗？我一写字的话，如果写字就是握拳出力，这个动作短期间尽量避免。哦，如果握的时间久了，久了这个筋又会崩回来，那还是会痛。这一段时间您就电脑打字比较多一点，尽量不要用手握，对，写得太久。鼠标什么的是，哎，尽量少用，少用，少用，尽量少用。对，或者是您，哎，这样就可以完全让这个手休息好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谢谢谢谢您。啊，您现在手指哪里在痛？尾指在痛。哦，痛哪个部位？它整个手动是会痛。哦，是动的时候是痛这里还是痛下面？下面跟这里。这里也会痛。啊，这一节也会痛。啊，这里会不会痛？一点点。这里也会痛。一点点。这里也一点点会痛。对，一点点。哦，只要动了这一点点也会痛。哦，好。那表示你这里动了，这一点也会痛，也一点痛。最痛的是这一点吗？啊，还是这一点？这一点，在那边。这里，对，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问清楚。为什么？这个骨头，包括这个骨头痛，就是这两骨之间的这一条筋。啊，万一这个骨头上来一点点痛，上来一点点，就属于哪里管了？手肘管。所以他说这里也痛，这里也痛，这里也痛。不要看他这一小段，可能就已经超过我们的管理界限了，对不对？这很可能就要按到两处了。所以为了谨慎，我们再重复问一次。好的。我这样动，你现在痛在哪里？可以明确指给他。这两个位置。这两个位置都在痛。对对。啊，这里反而不痛了。啊，现在不痛。哦，所以我这样转。你痛这个还有这一个，对对，这么明确，对，好哇，那这个明确，你不要看这个跟这个痛，这两点痛就够你瞧了，就是两个开关，我们常常是一个开关管很多问题，现在是它两个点就用到我们两个开关，而且距离这么近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很少见，但是还是要这样处理，也就是我们。这里已经变成什么呀？影子又本尊重复了，所以这里这一条线也可以不可以按？可以，很少在这里本尊跟影子同时出现的。我演讲这么多年来，第一次还看到这么
这么接近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帮你做一下。你说摇的这里确定会痛，对，这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处理这一点。好，我们开始来帮他找这些点。这里痛吗？不会。这里痛吗？不会。这里呢？嗯，一点。哦，这里就痛了哈。啊，这一点痛吗？痛。这里也痛。痛。啊，这里呢？嗯，不会。这里不会。那他的痛只有到这里而已，这一小段。好，我们就确定了之后，我们就从这里最痛，这里很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里也很痛，是吧？好，这里是不是也很痛？就一点。好，所以真正痛就在这里。好，我就重复，好，就不问了。好，我再帮你舒缓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这样舒缓会不会很痛？一点点，一点点啊。好，这样我已经帮你做完了。那你的那个手指头这一指嘛，好，我再摇摇看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看看摇摇有什么变化。这样感觉呢？不会痛，很松了。松了。松了。这里确定不会痛？不会痛了，松了。不会痛啊。他这一节会不会痛？也不会了，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不会呢？因为我要解释一下哈，这里解决了这一条，对不对？手背这里按完，这里都会松掉，对不对？他这里松掉的时候，这个点跟这个点会不会好？会。所以这时候这里来讲，这里是对他而言是大开关。但是对这一点痛的时候，这里是间接开关，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因为它是间接把这里处理好了，所以它才不痛的。好、哦，这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帮他按，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全身都有很多小开关，原始点要找的就是大开关，这样大家了解了哈、哦。所以为什么这里处理了，哎，这里全部好了，我们还要按？因为对这里而言还不够强烈，当你再把这里揉开了，这个点会进一步再舒服一点。这里会不会痛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这里呢？一点点。这里也一点点。啊，这里呢？也是一点点。也是一点点。啊，这里呢？这比较痛。啊、哦，这里就比较痛。好，那它的痛点应该是在这一个点。好，这里比较痛哈、哦。嗯，对。这样我帮你舒缓完了哈，好，我再帮你摇摇看，好不好？这样感觉有没有更加舒服了？更加舒服，更加舒服，对。所以他说更加舒服，就是这一次是真的处理到这一个点了。那刚刚这一个点是因为被这里间接舒缓了，所以他才舒缓。但是我现在是用更强烈的开关直接把它开了，所以这里就会好更不一样了哈。对，更不一样了。好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来谈你的病情。就是打篮球打的，然后就是受那个足气了，差不多半年，就这一片子的。中间这个。他这个是手指头痛。是这一片痛，我这片都痛。手背也痛，你衣服脱下来好吗？外衣好，你手背这里也痛吗？啊，这里这个轻一点，这个刚开始痛的时间，那个长一点，这差不多半年了，现在隐隐约约痛，这个就这位置最痛，这位置，哎，很硬的那种感觉，有时候握拳握不住。这一根是吗？啊，只有这些中指。对，半年了是吧？啊。握起来就有痛痛的感觉，所以我们手受伤是不能握拳的。刚开始也贴那个膏药贴这地方，感觉当时贴上凉凉的会有用，但是拔掉以后还是那样，过一段还是那样，过一段还是那样。你贴多久了？贴有一个礼拜以后就不再贴了，感觉没用。这里痛贴这里，其实它又证实一件事，哪里痛贴哪里会不会好？不会，不会啊。所以我是长期听患者
几千个到上万个跟我讲，我怎么会不明了？痛哪里是不能贴那里的，是不会好的。那他这里痛很简单，如果这一通揉这两条一定有痛点，这个容易解决。但是你说这里也隐约在痛是吗？隐约的那种。好，如果这里现在也隐约吗？啊，现在还隐约痛，有一点点。好，那我先处理给大家看，因为他这里隐约痛一定是这里引起的，我先处理这一段。来，我说手肘这一个骨头他这里也有一个点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高尔夫球肘。很多人，你们也不用分那么多，我年纪大了有时候也会被他搞混。那你知道这两个骨头具有指标意义，就是这个骨头以上的属于这一段管，以下的属于还是刚刚这一条管，所以这一条你看它管你这么一大截。好，所以手肘痛你一定要问清楚部位才能够处理，那一般外面绝对没有办法分到那么清楚，也是长期观察下来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找看看它有没有痛点，这里疼吗？痛，这里痛了啊，这里就痛了，下面一点啊，这里，这里啊，对对，这里很痛是吧？有酸痛说啊，上面呢？我这样按按看，这里呢？这个更痛哦，这个更痛，这个就正央了哈、哦。啊，这里呢？这个也痛，这个也痛，那、这里呢？这不太痛。哦，那这样答案就在这一段，好、哦，很简单。所以他刚刚手背隐隐痛是在这里引起的。你半年了是吧？啊，半年过年还多了。啊，你自己贴膏药也不看医生？嗯。我开始想以前打球打的就是过几天都好了，这次怎么老好不了那种。他做经伤轻微的自己会好，对，严重的时候他好不了，所以好不了就是要休息，休息如果再找不到开关有时候会跟你痛好几年、哦、所以我们还是要处理。那你知道你伤到了哈、哦那以后、哦、你把它这里揉开再温敷，它筋松了你这个手就好了、哦、好，我这样帮你舒缓一下。这样舒缓现在力量这样可以吧？嗯，就会舒服了，舒服了哈、哦、刚开始那按几下把汗都按出来。这个地方酸，这里酸哈、啊，啊，那酸的这里特酸啊，这特酸就是有问题的地方哈、啊，是，好，这样我们手肘已经揉完了，你再看看你那个手背，不是看手指头，我只是处理你这一段。这不疼了，这手指头也轻多了，手指头好像不疼了。这，我昨天找了个机会，我别的干干不好，好、哦，真的很神奇，很神奇，嗯，这地方也轻了。好，我跟各位讲，轻了，那个这地方还有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。我现在就是要讲这个，一大片都没有了。好，这里处理这里，确定这里一定会松掉，百分百，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因为这个我已经，那他一定会去想尝试，但是这个要告诉患者，就是你尝试可以按几下就好，不要一直按，回去一直按哈。我说这个动作本来不能做的，对。我按了一分钟，结果他回去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，这时候就会这样，筋又会绷回来，所以他要休息，按松了就不能再动、哦、如果你一直用，我说我的愿力也抵不过他的业力，哈哈、哦、这个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人家说的职业病，有没有、哦、所以就是有些动作不要做就可以。那刚刚他讲的这里松了，这里也黏带松，但是我跟各位讲，这里对这里叫做小开关，这里这两条线对这里才是大开关，所以它这里还是要处理。如果你这里只处理这里，而这里控过，它这里很快就会痛回来，因为那个力道经过两道才过来，算小开关。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说。很多是叫做舒服点，这个叫做舒服点，对这里而言，这个叫做治疗点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大开关跟小开关的观念就是从这里建立。我一直在找，全身都有很多开关，但你找小的，
疗效就不好，而且怎么样呢？很快就会崩回来。尤其在遇到重大疾病，小开关就没办法处理了。所以你平常就要找最大的开关啊，最大的开关怎么找？要经过成千上万个慢慢做出来，你去做归类才能够找得到啊。我是这样一路做下来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现在来做，它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解决的，就是这一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找找看，这里疼吗？这里呢？这里呢？也还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找这一条线，这里呢？这里都没有很疼啊，是吧？好，我再找找看，这里呢？这里哦，这里有疼，好，找出来了。我说一定在这两条里面，要不然它不可能有这个痛点会出现，所以它是痛在这一点，是吧？对。啊，上面这里呢？嗯，就这。哦，就这里。好，就是在这里。啊，这里呢？这里疼。这里也疼。那它的痛点在这里。我刚刚按轻了，所以它没有感觉。我接下来就是重按。好，这里是不是疼了？胀痛。这里胀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两个地方受伤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再帮他舒缓。所以你这些日子也没有人帮你按过？我自己瞎胡乱，越按越疼。你一定是按这里是吧？我感觉就是那手，这只手和这手甩，使劲甩，甩了完了又再肿。甩甩，然后就贴膏药，最后我都不管他了。我想他会自然好，越来越疼的时候，我感觉。好，我再跟各位讲，我遇过的手指头痛，很多人就一直戳它。戳到最后，这个会变形，这里会比较宽。啊，对对，有些就是变骨质增生，所以这个我临床上常常看到。好，那你现在再看看中指，现在的感觉？嗯，舒服，就是没事了呀。没事了，这以后不用再干了吧？很快就会好，但是你这个要观察。啊，它很难再崩回来，但是你这里要温敷，让它筋永远一直松，对不对？那一段时间它就好了。但是你不能做这个动作，你就温敷，还有温敷这里，它有时间就是只有这一点在痛，你就多按几下，它就会消失了。哦，就按这地方。哎，对对，我刚刚按的啊，这里就按这里，所以很简单了、啊。你这手有时候就这样按几下，按几下，它慢慢就松掉，就会好。好、哦，这是不错的。对，好，好，不会不会。有没有人肩周炎的？肩周炎是指这里哦，不是指肩膀哦，是吧？那您过来好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好，从颈部一直到肩膀，然后这只手背。好，他其实手指头都会麻。他这个这一画下来，你知道画了多少开关了？你们知道？他这里画下来，这里肩膀是哪里引起的？这里吧，还有颈椎，对不对？这里已经确定，然后又画到这里来，这一带就是我们说的肩臂痛，就是肩部延时点嘛，对不对？肩部延时点管肩臂这一段，这一段内外侧前后左右都管哦。所以我说我找的都是大开关哦，针灸不可能管这么多吧，对不对？这里又如果以经络学来看，是三阴三阳啊。手三阴手三阳都包括，它一条线就已经把整个立体都管了，所以大开关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它管一个立体，而且这一条还蛮多事的，它还管到哪里？腋下，还有管到侧胸，就是你们尤其妇女病，就是乳房侧面在胀痛的，你们都会去找妇产科，其实那个都是肩部延时点受损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你们去都找错医师了啦。哦，有没有人侧胸痛的？真的、哦、正在痛啊，平常痛，那现在正在痛的有吗？那等一下处理，这个我处理给你们看，这个绝对不要找妇产科，但是一般没有延时点一定都找妇产科，然后甚至会做照什么乳房摄影，
很多，我在台湾就遇到很多妇女这样啊，也折磨了啊，也找不出原因，吃药也没有效，哦，那这个可以立即从这里就解决。所以你看这个开关竟然管到哪里，腋下，对不对？还有侧胸，连哦乳房侧面都可以治疗，还有怎么样呢，整个肩臂立体的通通管，管从这一段管到这里，也就任何一点痛你只要揉这里就有效。那他这一段很显然这一条也受伤了，哦，那等于从这里，那他还有手杖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另外的隐状肌的那个，今天会教到，哦，那我们先，你这样多久了？嗯，应该有四五年。四五年，欸，啊，不理他吗？我在台湾，我是专程从台湾赶过来的，哦，这个更应该处理，欸，这个一定要处理，哦，你舌头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寒的还是热的？寒，它一定是属寒，所以我等一下尽可能帮他做，哦，既然台湾来就优惠一点，因为他肩膀也痛，那我就从头部做起，哦，本来如果讲斜就是肩臂就揉这里就可以，那我揉这里不是管这里哈，你们不要误会了，所以我先处理他的肩膀，哦，那你后面这里会痛吗？肩膀的部分会的，好，那基本上我这个手臂是因为在台湾他讲就叫做这个叫做，因为电脑，我们用电脑的话都是手臂在动嘛，对，所以他是讲这是手臂的这一支的一个什么，就电脑算是电脑上的病痛。好，所以你现在这里也痛是吧？现在不痛，现在是麻。这里哪里麻？就是手指头麻。我现在因为是这个脊椎的问题，哦，脑脊的问题造成说这个手臂会麻。好。这里麻跟这里颈椎，一般西医都说颈椎压迫到手指头才会麻，这是医学讲的。我跟各位讲，我一路坐下来几乎已经确定这个理论是错误的，也就是他如果手指头麻，他的答案在这里，隐状肌根本跟这里没有关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这个我曾经有试，真的有效。对，我已经试过很多，所以我做给你看。你说颈椎，我因为我本身哦，各位可能还不知道，我是学整脊的脊椎矫正，所以脊椎有几个，那怎么调整我都会，所以西医说错了我马上可以纠正，因为我也搞脊椎的，你不要，你可以骗别人骗不了我，因为手指头麻如果说颈椎压迫引起的，我马上调颈椎，如果有他马上立即缓解，但没有啊，我做很多完全失败的，那表示这个医学是吧，理论跟临床是什么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那很显然是错的嘛。如果有效，那就是理跟事一定是一致的嘛。你这里调了，这里马上就会好嘛。那他们不会调，我会调啊。我可以啪啪啪啪哦，一追调。那这样搞起来，竟然没有效，我就知道。那我在这里揉，它反而可以松，那就可以确定这里的码只有这里管，跟这里完全没有关。这样你们能理解吧？所以太多医学荒谬啊，是错误的，根本是错的。那我整脊也学好多年，我是因为学了我才笃定，更证明他们的错。我整脊本身也学好多年，我还教过，欸，还教过整脊，哦，所以他骗不了我，哦，等一下我顺便帮他脖子就调整给你们看，哦，稍微调整一下，那个跟脖子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好，那我来帮你做。好，不会不会。那您以前都找西医喽，是吧？我是在那个就复健，去复健给他按。哦。按了痛了一两个月。哦，是啊，哦。还是没有，他也是说整椎那个颈椎要调。哎呀。他这里肩膀一定是跟枕骨下缘有关，我先帮他枕骨下缘揉开。这里疼吗？疼。疼，好。这里。高颈，这里疼吗？疼。高颈疼，这里不会痛了。也痛。这里也痛。啊，这里比较痛吗？这里上面比较痛。啊，这里也痛是吧？哦，你连颈椎那整排都痛了。好，你现在手指在麻，对不对？就是这
这三只。啊，这三只好，我现在把你颈椎揉开，他们说是颈椎压迫嘛，哈，那我颈椎揉开了，照理你那里就会比较好。这里疼吗？这里也疼，好，我把你这里也揉开。这里也疼嘛，哈。好，我连他的颈椎也都揉了，哈。那如果颈椎压迫到现在，应该他会改善。我们来看看他的手指，你现在手指头三指有没有改善？有。啊？有。有比较舒服吗？嗯。真的有比较舒服，我这样一揉就比较舒服了。血液循环不好，会这样不大顺的，麻麻的。啊，现在呢？还是麻，还是已经都舒服了？这样比较好。比较好，感觉比较好是吗？感觉比较好。我觉得感觉比较好是怎么样？我这里揉松了，这里整个松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松了，间接这里也会比较松，也就这里，但是它那个是很微细。是间接的变舒服点，我再帮你颈椎调一下，我做给大家看，来，您翻过来，来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整个放给我，哎，整个放，好，你再看看那三指。现在的感觉更好，现在更好，是吧？好，对。那这里弄松了，你感觉更好是吧？嗯，好。现在还会麻吗？现在是不麻，但是就是觉得这里还是有怪怪的，这个尾端还是有一点。这里尾端是吧？对。其实哈，我认为是间接开关过来，绝对不是这里，真正的大开关就在这里。好，我做给大家看哈，这三指如果从这里。你这一点痛吗？对，痛。这里痛，这里才是原始点，大开关，这里就直接管手指头，这里痛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，那如果我调这里哈，它会比较舒服，它很快就会绷紧，因为它是间接开关来的，疗效不高。好，啊，这一点痛吗？那一点不会。这一点不会。一点点而已。这里一点点，好。那、啊、这里呢？那个一点而已。这里还好。但刚哦，这里这里也痛，好。好，啊，我看看这里痛吗？这里也痛。这痛。那、啊、这里都还好。好一点。所以这一点也很痛，是吧？对，那个最痛。那这里有问题，所以它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几点。好。好。那。你现在再看看这指尖，指尖是感觉有一点点麻，有没有比较改善？有比较改善。我这样按的是不是更痛？是这里在痛。对，那这里是我按的地方在痛，但是指尖有比较改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再帮这个痛点再舒缓一下。这样是不是比较舒服？你现在看手，这种感觉是不是更舒畅？嗯，好多了，好多了哈。就是你在帮他舒缓，他肌肉会进一步放松。哈，那这样子，你感其实如果他这样间接的来，我说过他这里松了，对不对？这里间接也会松，然后他这里会感觉稍微舒服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是间接开关，还是属舒服点，很快还是会崩回来。所以颈椎不是真正的治疗点，哦，所以我刚刚有帮他调整的，其实颈椎也是高颈，
好，因为它高颈有痛点，好让它舒服。好，那你这里肩膀是不是比较松了？对，比较松。真正的松应该是肩膀啊，因为大开关就是它管理的整个这里，这里是最容易。那现在这里松了嘛，哈。啊，肩臂还会不会痛？肩臂是这个地方。好，现在还有一点，你刚刚不是说整个手臂？现在比较好。现在也比较好，但是肩臂的管理是这一个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为什么调整骨下缘会这里会改善？你们知道吗？来，您趴着，我跟各位再解释一下。我刚刚揉这里，对不对？那他肩臂本来是痛一整条的，现在只痛这里，那表示这里是不是也可以管理到这里？不是，他是因为这里把这里弄松了，对不对？他这里松了，对这里会不会改善？也会间接改善。他间接改善之后，这里会不会改善？也会。所以他这样传导下去，这种力量会变得怎么样？微弱。那如果我再进一步把这里解决，它这里就可以完全连那一点也消失。所以一般我为什么说针灸是小开关，你们能理解我了吧？虽然有效，但它很微弱，所以平常可以玩一玩，但是遇到重病就玩不动。我在特别强调这个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的就是管立体型，像这种揉了它一定很痛啊，揉了一定连这个都可以改善。所以我把它称为小开关叫做舒服点，那大开关叫做怎么样？治疗点。所以我们一般去按摩推拿也会舒服啊，但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的把病治好。这样理解了吧？好，那我再做给大家看，你这一手吧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点是不是疼？应该蛮疼的才对。这里呢？这里最好，它的疼点在这里，好，这一段，好，您起来再看看，好，再看看你那个肩臂那一点，舒服了哈，那才是大开关，是吧？所以肩臂那个对人这里来管肩臂是叫做小开关，所以真正你痛点是在这里，让肩臂就会松。好，那手指头我认为那个也是小开关下来，哎，对对，也是小，它真正的痛点在这里，你应该清楚，所以这个也要温敷。这个要温敷，那这个也要温敷，那这个也要温敷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谢谢你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哦，你这么远赶来，真的，哎呀，帮你处理是应该的。